今天折腾了一天啊，搞这个，这就在这个海外抖音做 B 端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装箱搞了一天，这是电池，这边是这个太阳能上的支架的一些东西，全部都是打包的，过年了也比较贵，一个箱子700，现在定做的，只能定做，我们做这个产品只能定做，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。之前很多学员说想做我们这块，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，这是太阳能光伏板箱子这块全部都是定做的，不定做的话根本不可能的。现在下着雨，箱子全部在外边，我们现在等车，这个车要拉到这个送到深圳港口，没人接单，现在车，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些，包括这些，这是两个客户的，也是定做，周期很长，客单价也很高。这个产品呢，肯定是新能源产业，肯定是热门产品，但有个问题就是，你扛得住吗？这个周期，我打包搞了一天了，现在是年前了，工人都放假回家了，都是比较忙的他们，所以说这个 PK 上产品一定要选的到位。